吃辣的人太多了，比如像我，我就喜欢吃辣，而且的话必须是特别呛的那种。小宝宝啊，小宝，哎呀，安排，承让了。安排，安排。大虾搂一个啊！哇，彭大自己烤的，可以吧？哦，搂它啊！可能也没吃过你们。真香！出海留下了一堆热气球啊，咱不知道像啥，像极了爱情。咱们腌制一下，尝一下啊。哎，尝一下好不好吃？嗯。